会很遗憾呢、啊。说是还要跟请教的，就是最近又有今天好像就是出来一个说法，有人去问吴敦义院长说，每一次你去见这个狱中的黑亚迪欧，都有特见的、啊，是因为吴敦义院长刚我就关。你那个我很明确告诉你，没有，嗯，没有，我都不知道说真的。无中生有是那么多啊，大家浪费那么多的时间跟精神在讨论这些。好、嗯哦，有的话请李文忠先生拿出市政出来。好、哦，请他们拿出市政出来，不要在那里哈、哦、口水战，那没有意义嘛。是，我们在现场还有这个邱毅先生呢、啊，想跟你请教。